准备准备准备登机，然后起飞。现在我们乘坐是下马尔克。哎呦，我天哪，下马尔克机啊！好像，哎，有被打到吗？好像没被打到吧？哎呀，但拉不起来啊，起不来，起不来。没办法，兄弟们，我们只能召唤一架飞机了。这位叫小七七七的小伙伴，他说来一场海陆空大逃亡，首先从洛圣都的国际机场开飞机降落到复活节湾机场，然后找一艘船，包括气垫船，开到地图最左上角的湾边码头，然后找一辆摩托车开到沙漠机场，再开九头蛇到拉斯文加斯机场，就算挑战成功。五星逃亡全程可以使用刷车起，包括飞机还有轮船，最后有能力的话就回到格罗夫街。大家看到这个挑战内容呢，是不是感觉哎很常规的啊？但是呢，这位小伙伴后面又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后天就要开学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七哥做这个挑战了。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，第一时间就想起我小时候啊，暑假在电视机前等着一部剧的大结局，然后到了开学也没看上，还是有些遗憾。所以呢，引起我共鸣的不是这个挑战，而是这句话。希望看到七福山这期视频小伙伴一定要好好学习。那好啊，我们游戏内容请勿模仿，开始挑战。这架飞机呢，这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玩意儿飞机啊，反正就飞吧，能飞就行。哎呀呀呀呀，妈呀！好好好，没问题啊。好，拉起。哎呀，拉不起来，怎么回事？出师不利呀！深呼吸啊，好，再来。好，准备啊！这飞机叫盗马贼，拉起，好嘞，起落架收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放！哎呦，好家伙，差点坠毁了！我天哪，这架飞机它动力不足啊！好，我们接下来呢要去，哎，那叫什么地方来着？啊，圣辉洛，圣辉洛机场啊。好的。这位小伙伴说后期哎，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就去返回到格罗夫街啊。那什么叫做能力呢？我突然想起这个蜘蛛侠有一句话特别出名啊，大家伙可能也都知道，叫做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应该怎么做。哎哎哎哎，九头蛇，注意注意注意导弹啊。哇，还在锁定啊！又一枚导弹，好，我们躲一下，躲一下，跟过来，跟过来了。哎，哪儿去了？导弹？啊，在我们前面爆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哎，这个能力是什么？在我现在想象就是能力就是坦克。又来了，大哥，我飞这么低你还秒我？躲一下，躲一下！哎呦，被打到了！快快快，准备啊！降落，降落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准备跳伞。差一点，我没有背那个伞包。水井，水井，啊！水片是吧？你太嚣张了！来来来，你干嘛呀？你哎哎哎，你耍猴呢你？啊！来来，我往这边怼墙，好，再往里边开，然后我上去，我干你。Thank you.
呢？哎，哇，这边让我想，哎呀，飞石头上面了。他这个石头啊，我好像撞过好几次了。跑车，快快快快快，趁他没有过来啊！起飞，往后拉。我想把这个 FBI 崩掉的，但是算了。切换喷气机模式，走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拉斯文加斯的机场。拉斯文加斯，哎，机场，哦，这儿，对对对。到达拉斯文加斯的机场，我们就算挑战成功了。后面他小伙伴说有一个附加的可选的一个小任务啊，小内容，他说。哎，有能力的话回到这个格洛夫街啊，所以呢我们就到时候切换坦克，给大家最后来一段解压时刻。好，降落，然后准备要停在这个跑道中间的，没想到越飞越偏了啊，就这样。好嘞，挑战成功，切坦克，放战歌，你就是 FBI， 把这个坦克开回到咱格洛夫街去啊！哎，飞机，咚！哎哎，哇哇！待会儿。待会儿把这个飞机打下来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等一下，我让你嚣张，飞机是吧，我让你飞，哎呀，飞没打到，这 FBI 也不知死活啊，你怼我，你有意思吗？把自己怼爆了，来，太嚣张了，给你一炮加速，再来，哇哇，他这也是和那个做都市是一样的啊。啊，如果是枪管朝后的话，就可以加速。哇，这么快，好家伙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干什么啊你啊？啊，饭吃多了，太过分了！哇，你来了，你没了啊，你没了，好好好，走了，哎，着火了啊，没事儿啊，这应该是没事儿。如果现在的话，已经爆了。继续，开炮，咚，咚。
好，我们已经回到了格罗，不是，不要乱扯了。今天在说什么？我们已经回到了洛圣都啊。其实呢，我也想和大家唠几句啊，这个。哇，没想到现在开学时间是8月的中下旬啊！那时候我记得我一般啊，我读书的时候啊，还是在9月啊，9月1号开学，一般都是要8月底啊。没想到这大热天，哎呀，我的天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突然爆了啊！刚可能跟我唠嗑了，没有看到可能着火了，来继续，搞什么？你搞什么？干嘛啊？你干嘛？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私家车也爆了，这罪过，兄弟们，撤了。这一次呢，也算是半解压的一个视频啊，兄弟们。这本来啊，今天是要做一下这个 GT 4的，然后呢，哎呦，路上干嘛啊？无辜求死啊，跑那么快，帮。但看到那位小伙伴的这个评论了啊，然后我们就去做一下。好，我们回到格罗夫街。哎呦，阿片儿是不是啊？妄想蓝坦克，咚！再来，还有没有能打的 ？FBI 被火烧了，火烧 FBI。还有谁？飞机是吧？这儿。啊，掉个头！你怎么那么嘚瑟呀？你在装什么？这届 FBI 啊，小片枪，梆梆梆的打我！哎，怎么打不到啊？拉不下去啊！哇！撵他！哎，给他来一炮！梆！哎，好嘞，兄弟们。差不多了啊，好，我们把这个坦克开回去，开到车库里，反正这个车库放不下吧。哇，也太勇猛了！哎，好了，再见。哎呦，我吓我一跳。等一下，喂，哎，你干什么？拜拜。啊，好，那咱们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